台中市政府呢所提出来的这一个综合规划案呢，对于这一个路线经费还有站体的疑虑呢仍然需要澄清。但是我们希望地方跟中央呢来继续加强沟通，以专业的方式哈来做最好的这个检讨，让台中市的这个路网呢能够更加的普及，所有的台中市民呢都能够受益。